了解事情，讲出名声，广州朋友梦想好，欢迎收台《金枝时讯》。今日是10月10日，农历八月之时。昨日，中国田径协会公布2019年中国马拉松等级赛事及特色赛事评定结果，共评选出574届标牌赛事。其中，2019沙土国际马拉松被授予2019年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称号，沙马连续5年获得金牌赛事称号。另外，因沙土海湾大桥主塔涂装及路面修复工程施工需要，截至起至今年12月31日，海湾大桥分段实施半封闭临时交通管制，且过往车辆按行政指示标志接近交警的指挥，互绕道通行。好，即起来台金姐上麦。今日是10月10日。不少彩礼男女认为，这是代表十全十美的好日子，也是双道节日喜格两礼。明早，莲湖区婚姻登记处就迎来直播新郎登记截图。不少彩礼男女认为，2020年10月10日，年月日的小日堆成，代表爱了爱了，成双成对，十全十美等一套帷幕。明早8点过，到莲湖区婚姻登记处大厅，不少准新郎接了排队登记，有特殊的墙领直接扬升到门口。今天这规模嘞，介绍好纪念意义，是2020嘛，最好好送。十全十美，10月10日嘞，十全十美嘞，成双成对嘞。明早应该大概8点就听说，那已经有人了，这个摆墙领哦，有摆出红衣咯，伊能去人提前在休息个嘛，也无徛遐久，那上开也黑。今日个销量比平常日来达就做了几倍吧，2-3倍应该有。到现场，直接众新郎精心打扮，看起来非常温馨下拍。有人花带来小机，请朋友为人好笑留念。就是个好诶，然后好色，比较有意义嘛，意义色感，我比较希望执一个小人。很幼稚的小黄人，感觉很不正式的样子。对，但是挺统一的。然后我们今天都穿这样子过来，然后也是感觉像小朋友一样，开开心心的，然后就过来领证。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是同个学校的，然后就从大学就在一起，4年多。今天就过来。对，主要觉得今天那个日子还挺好的，就都是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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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为了应对今日这个好日，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也早早做好准备，并落实预约登记制度，更好的为新郎提供服务。从今年年头开始到现在，其实都是要预约的，特别是这种大型节假日就更要预约了。先去月审室上面个预约，月审室上面很简单的，就一个小程序上面，然后注册登录一下，然后里面有一个婚姻选项，你就可以在里面预约，进行预约就可以办理。到时候直接时间到了拿证件，还有预约号，这些直接过来窗口办理就行了。从520到919再到1010。近年来，每逢比较特殊的日期，全国各地拢会出现扎堆登记结婚的现象。其实，新郎上到特别的日子来结婚，称不能理解。这个是为了好奇，这个是为了特别，第三个就是为了意头好。当然，每晚的婚姻唔单需要好意头，更需要双方恩爱去好好经营。小康瓜，互相包容咯，小康瓜这样。互相包容，互相理解，日子做安怎啦？到日常生活中，忘记有人心跳骤停、或者发生异物卡呕等意外，除了及时拨打幺二零之外，还有提出办法可以第一时间帮助救人呢。实际上，紧急意外伤病事件发生最初的10分钟左右，是急救和处置的关键时期。包括至10分钟，往往就能挽救一条生命。今日是第11届急救白金10分钟全国自救互救日，此董事会就专门举办活动，向群众传授急救知识。明早，一个围绕公共卫生应急防患组队的双汤活动，到儿童医院门口举行。此当时每一个维护人员为前面讲过了日常生活中可能需要应对的各种急救方法。如果是作为第一目击者，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两个评估。首先要评估的是周围环境是否安全，因为有一些病人他是触电的，他这个时候他可能还拉着那个电源线，
第二个评估呢，是我们评估病人，如果病人这个时候不能叫醒，那么我们就有呼救，呼救的同时呢，我们又去评估病人的其他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呼吸，一个就是心跳。他如果是没有呼吸，或者是他的呼吸已经成一个濒死一样的一个叹息呼吸，那么这种状态呢，我们也是默认他已经心跳停止，可以立即进行一个心肺复苏的。随后，医护人员认识了针对成人及婴儿的正确心肺复苏术，拍打他的双肩啊，而不是其他地方，然后大声的对着他的双耳朵大声呼叫：“喂喂，你怎么了？”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马上进行徒手的心脏胸外按压。好，按压哪个部位呢？非常容易的，就是两乳头梁线跟正中线交叉这个点，就是我们手掌根要接触按压病人的胸部这个点。对，两手重叠，两手重叠，对，然后在按压部位。白门帮助食强，白强帮助食凉。家己动手操作一次，能够让影响更加深刻。到现场，市民张先生听了维护人员的讲解之后，就上台体验了心肺复苏。之前就是家里人那边有过就是意外嘛，但是没有办法，是老人，然后没有这种知识啊、技能啊什么的，然后就很遗憾，然后所以就对这方面比较关注，这次就上来动手实践了。比如说那个按压的手法那些都很关键，都平时只是看也不会怎么。感觉不是很有把握，没有底。然后现在这一次就是手把手，然后又是近距离的观看，所以感觉自己那个更加有把握一点。维护人员欢迎治疗海姆立克急救法以及急救神器 AED 的使用方法等，每只市民随后就再学习体验。怕遇到突发的情况，然后就可以去应对嘛。据介绍，急救白金疾风症指紧急意外伤病事件发生最初的疾风症所有，是急救和处置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市东新闻议积极推动急救知识的双团加用，让更多人掌握急救技能，让更多的人掌握自救呼救知识。现在每年出现这些猝死的人数是非常多，每年要100万，达到100万以上。而这些呢，我们现在在国内的现状呢，就是抢救的成功率还非常低。身边的目击者或者是自己的亲属，那个立刻进行施救，意义非常重大。大家都来重视这件事情，参与这件事情，使我们呢是人人学自救啊，然后我救人人呐、啊，人人救我。今日视线由黄老爷酒业独家冠名播出。黄老爷五子衍宗酒，古方传承，本草入躯，真材实料，健康有道，好江好水出好酒。黄老爷酒业，金沙东路新光华庭专卖店诚邀莅临品鉴。什么来了？这什么药？带小心肠。这是你买的？是我儿子给我寄的。你儿子有心了啊！年纪大了，经常胸闷心火，喝丹参保心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对，咱们好啊，儿女就放心了。女婿也寄了。天草丹参保心茶，对血管好，对心脏好。冠位最爽，五斤跑位大优惠，赢几套位赢斤直往上直往。华清食杂类摊位，赢斤五万送五万。首张月租金每平方50元，二张每平方15元。分业管理名租金，摊位有行送一九送一。接上一线8235591，23551。菠萝汁秋冬时尚新品上市，时装盛行惊艳灯光。向五千平方米的大型商场，男女服饰、花卉、皮具、直营橱窗，尽享直装式购物新体验。梅辣男装、啤酒男装，焕发贵族新梅辣。
高品质皮爱皮骨，真干水质，塑造永兴经典。无来只秋冬系列，香油发布，欢迎选购。传家咱个衣柜，进步无来只。爱布兰家居山头新店，十月四号盛大开业。新店新址新服务，名牌家具齐会主。开业期间，床雕家具直入七五折，只爱留来内妹生日大大街。隆重推出窗户居家定制服务，卖家具双色外。爱布兰家居新店地址：金沙路108-06号，国际商业大厦自动迎接西装。石金青业四次备火，历时一年，制得一斤大红袍。何得元朝式大红袍，茶顺人情厚。金沙路是东兴社区东西走向的主干道，日常车流量非常大。为提升环境品质，提供通行效率，完善排水设施，市自强计组织实施了金沙东路、大花枝金芳路等改造项目，项目目前已动工建成。按计划，今日开始，金沙东路东下至山江立交路等将封闭南侧车行道跟南行道，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市民需多加留意。金沙东路改造项目，西起大华路、东至金黄路，长长2.8公里，总投资12.35亿，计划工期12年。建设内容包括道路、交通、排水、照明、绿化以及交通疏导等工程。现在呢，路面呢下早期下已经长积水，我们项目改造以后呢，这个基本就能够解决这个城市的积水问题。路面呢，作为品质提升呢，我们把这个路面呢，原来的两边的绿化带取消了，都是作为车行道来使用。它这个呢，就大概就是对接金沙东路那边的对接上来的样子。还有一个人行道的品质提升的这个项目，就是把这个原来人行道破旧的，那个树啊、树根啊，都是把这个人行道拱起来了。行人在走路的时候，这个安全不安全因素也能够排除掉。关于金江立交桥是否改建、南京天桥是否改建、金沙西路二六开道交通一号线通道等问题，项目的考验报告也作出回复。具体为接满跨沙江路跨沙桥的建设，保留现状金江交界桥，对其增建维修加固加加铺列车照明，拓宽桥的护道，作为右转弯及掉头车道。待轻轨一号线确定之后，再同步建设跨沙桥。在金沙东路道路南北的机会分界段，将双行铁道设置一条4米宽的中央绿化带，而作为开道交通通道。另外，优化沿线各交叉口的交通组织，保留金沙公园头转以及临安路口三座南行天桥。对金沙东路的升级改造，不少市民拢好欢喜。我们经常大家车出门，你啊起起落落，条路是即个坑坑谷谷非常在。因此，要来做这条路，对平时的出门交通都起了非常大的便利，觉得非常好，成为市民非常欢喜，希望条路尽快完工。虽然说现在，在施工期间，对我们广大居民这些交通目前有些不便利，但是为了以后，我们大家出行更加方便，这一点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按计划，为确保工程顺利进行，时间方将分拆、分期、分段对沙东路进行封闭施工。时间方表示，为做好行政防护措施及交通疏导工作，将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降至最低，也请市民控制理解支持。在封闭以后呢，我们会在那个每个路口呢配置那个交通协管员，对这个行人质量进行及时的协调。每个路口地方呢，我们都是要做好标志，引导这个车流、人流，还有这个这沿路的这一个加公交车问题。公交车问题呢，我们会在每个原来拆掉的公交车位地呢，保留了一个临时上下客点，到时也会派专人在那里呢，比如说一些老人啊，一边妇女啊，一边小孩这边呢，我们在那里会在
才在那里引导他们坐公交车。十月五号凌晨，天海区龙岛镇东山村村民邓某明因夫妻之间闹矛盾，警长到酒后谎报邻居耍冷警称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十日。当日凌晨正点，邓某明拨打110报警，但厝边邓某是精神病人，提刀到龙岛镇大东山砍死妻子，或砍死了邓某明的母亲，证人接着就抓伊。接报后，龙岛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同一时间绕到东山村，寻找报警人邓某明甲伊个厝边邓某。经现场调查，民警发现邓某明谎报警称。伊个厝边邓某提刀杀人个事，纯属无影无迹。日子个时候，邓某明已经走去美岛长岛，随后民警将伊抓获。一开始，邓某明还口口声声，但家己是梦见厝边邓某杀人才报警个。是嘛？梦见光真，食烧烤引起，梦见一个蛇，就是那毒死人个哎呀。警车邓某明是一名强毒工人，无精神病史，甲邓某也无矛盾。而邓某也唔是精神病人。邓某明之所以报警，是因为近期甲老婆闹矛盾引发的。违法人员陈某宁因近期家庭矛盾，过量饮酒，导致精神有点失控，情绪低落，所以拨打110报警，谎称其邻居持刀砍人杀人。最终，邓某明对其谎报警称的违法事实坚定不悔。我刚老吃酒忙动，就上山吃酒，上山就遭风格，所以正拨打110，造成对社会不良影响。经过当局的介入，我认识到危险大的操控，我愿意支持法律的。依据相关法律，天海公安机关对邓某明予以行政拘留。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的规定，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目前违法人员已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500元的处罚。公安机关也借此奉劝大家，切莫谎报警称以身试法。110报警平台是宝贵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群众遇到不法侵害、救助危难时的依靠。虚假报警、无效报警，不仅浪费警力资源，也可能会影响到真正要救助的群众。朝阳区广播亭八岁小囝自杀荒芜伫东海贫困，遭受着病痛折磨，家内个债条使到白白，只是为了家己做造血梗细胞移植手术。日好不容易找到生日希望，高昂个火焰却让自己家庭陷入了困境。这则情况经本人物报道之后，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目前小囝已筹得善款约300万元。甲其他农家朋友，八岁的小杰天真聪明，但因为生病，伊个难学生岁。五岁迄一年，小杰被拆出房屋，抵挡海贫困，之后伊就开始了顽强的书画童年，每次就花费500元。在耕地疾病，只能够做造血梗细胞移植术。去年，小杰的家长通过东华骨髓库，终于找到合适的配型骨髓。但小杰一家人能断够100多万元拍工，每个月赚4000元来维持生活，经济实在是有限，无力承担衣食费用，小杰只能够到家来休养。为此，市重新慈善会为小杰发起了重新挑。我之前也是有找过亲戚朋友，也去借钱啊，也是出面拢借到，也去无偏再借啊。小杰的情况经过本人物报道后，牵动了社会热心人的心，不少爱心人士和组织纷纷伸出援手。近日，市重新慈善会的工作人员也再次登门，为小杰送上重新挑着的24万元善款。
希望小朋友多整着热心人的大力关心帮助的，能够顺利的手术，摆脱病魔的困扰。我也都期待小朋友呢早日归来，早日回家，早日该呢完成一个读书梦，健健康康的成长。加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通过每生转粮，甲政府无转粮，有加五万左右。加我现在就目前有30万左右，就基本可以随提供多一部分资料。多谢感谢衷心相等，感谢金色时线，感谢亲戚朋友，感谢社会热心人士对我的帮助。落来，小杰的父母将带着社会各界的爱心，喷壶敬酒，为小杰治病。目前就已经甲南丰医院联系好，就是到15号来为伊个治疗，正经头部个治疗。目前资金缺口就看到抓10万左右，还是希望社会热心人士来小援帮助我。利民汇企纾困难，人社网站有专栏，招工引才想资助，社保减免降负担，稳定岗位有补助，技能培训促成长，创业扶持助起航，多措并举促发展。什么票？来了，这什么药？丹参保心茶。这是你买的？是我儿子给我寄的。你儿子有心了啊！年纪大了，经常胸闷心火，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啊，对对对对，咱们好啊，儿女就放心了。嗯，女婿也记了。天草丹参保心茶，对血管好，对心脏好。濠江新盛骨科医院是一所骨中科医保定点医院，主要业务有骨科、外科及相关骨伤科等。地址：汕头市濠江区确实红光村国光大厦。亮亮堂堂整村庄，干干净净迎小康。好多人随电视台健康片，总是梦想着成为一名新枪手。日月光这场社区体验活动就走进山头移动，让学生们过了一把新枪手的瘾。体验活动现场，到家长的指导下，大学们从站子、握把、举枪、瞄准等，一步步认识熟悉社区枪，体验社区项目的独特魅力。我觉得挺好的，就开阔一下眼界吧。没有，就经常玩一些射击类的游戏，要专注的盯着那个红点，要不然就射斜了。本次体验活动以班级为单位，模拟比赛场景，其中表现上好的同学集枪拍出了95.8分的好成绩。在大学时期，山头移动各自的项目有一定的影响。今年六月，学校发生为山头市青少年基层业务训练社区项目共建单位。早在上世纪的60年代，汕头射击队便凭借着出色的成绩被人所熟知。那么这支射击队里面呢，就有许多汕头二中的校友，其中便有广东第一枪佘克家校友。本次活动的枪击甲比赛用枪外兴当两实地，当采用光点射击，运动开架甲成绩实施显示到电脑上，确保学生体验满窗。那么光电射击是由发射器跟接收器，也就是枪跟靶子，然后枪发射一个信号，然后靶子接收信号，但每一次激发，然后体现在靶子上面几发，从这个关系呢，它就不非常安全，非常能普及到校园。据了解，社区运动对人的心理素质和自控能力要求极高，能够提升农家的专注力。举办校园社区体验活动，也是为了发现双博体育奥秘人才，让同学们体验一下光电射击，包括射击一些原理，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项目最基层的，在大面积的推广完以后，发现很好的苗子来进行挑选，然后进行培养。九月十五号，电影夺冠拉开了电影国庆档的序幕。上映后，票房也一度夺冠。拼拍、奋斗、不认输，
大部分国人对中共两摆甲两摆精神并不陌生。那么，到当下个中共，人又该如何相信两摆精神？道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两摆精神不是锐光公龙，不是强压，而是不服输。电影《道光》以三个历史阶段弘扬中国两百四十年来的发展，分别是1981年第三届两百世界杯、2008年北京奥运会、甲2016年里约奥运会。电影从1979年开始打起，迄个时候中国两百加入北京第三届两百世界杯，公牛会面临技术鸿沟、甲身体条件加接等难题。当时经济强盛，欢庆不已，大家拍开大门的动。两摆精神令创新至今历久弥新，是因为其不仅令鼓舞人，更是总能从时代发展中吸取精华。就像电影中郎平大概，天有一日，我们个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个最佳档。这是儿时古今个体育观念，也是两摆精神儿时代中国相互滋养个结果。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让马志同的时间再会。